样就一丝血，居然还敢主动站在我的面前，难道就不怕我杀人推塔？什么？居然还背对着我？此人身后的草里绝对埋伏着不少敌人。我人送外号大聪明，怎么可能上这种当？对面草里一定有埋伏，大家跟我上！他队友呢？在干什么呀？浪费我们时间，压力塔都被拆了。是我是我，这个诸葛亮绝对是故意的，残血阵我已经救了，队友还消失了。你们再信我一次，这次草里绝对有埋伏。这次我定要把你打死光！